完蛋了，才怪。时间刚刚好，啊，白喽！糟了，来捉我呀！你们追得上的话，走起！嘿，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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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小矮妖已经抓捕归案。不可能，我这逃走计划明明超完美，为什么会失败呢？火车变轿子了，这什么跟什么呀？不用可能了，这种怪事妥妥就是柠檬博士搞鬼了。奇奇特工队，时空基点出现了，瞧，戈壁，出动吧，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青青，我已经锁定了时空基点的发生源。这次被扰乱的时间点是1825年的英国。资料检索，世界第一条铁路就是在那一年通车。没错，英国发明家史蒂芬森发明的火车将首次在斯托克顿试行。只有成功，火车这种革命性的交通方式才会在全世界普及。懂了，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确保火车能顺利抵达终点，对吧？柠檬博士一定会在火车试行时动手脚，绝不能让他得逞，出发吧！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闪电猫，我们可不是来旅游的，现在还没找到史蒂芬森呢。他在那边，我们走吧。就是他。根据分析，这就是第一辆火车旅行者号。奇了个怪，火车在这儿，可史蒂芬森怎么不在呀？你说什么？鸟。你刚才说火车。哈，我喜欢就他了，这名字可真天才！脏死了！对了，你们要和我一起试行吗？去，我们当然去。好好期待吧，这次试行，我的火车一定能抵达终点。准备好了吗？气缸正常，活塞没问题。好，最后一步。戈壁兔，对，我也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戈壁，你们戴耳塞呀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好，出发！加油！毛茸茸太多，行动困难。咕嘟嘟，咕嘟，你是谁？第二阶段。咕嘟。
火车跑了。糟了，快，我们追上去。快起，喵！闪灵猫，别管我们了，你先去追上火车吧。收到，光迹追踪。驯龙战车出动。全力加速，谢了，史蒂芬森。在那边。方位锁定，光迹弹射。什么办法能把火车停下来？我有办法，只是那几乎不可能办到。说吧，我们齐聚特工队，没有不可能。凯奇还没好吗？马上来，艾尔！明白。百变钟锤，火车！再这么下去，火车就完蛋了。抓稳了，闪电猫！凯奇，你想把火车撞飞吗？不，这是世界上第一辆火车，我们当然要保护好。就算上了铁轨，可火车停不下来，到终点还是会撞的呀。别担心，我们有办法。好吧，死喵等活喵一。原来如此，这主意简直神了，就像过山车一样。等等，过山车！百变钟锤，我地高高！总算得救了！火车撞得破破烂烂了。没事。到了！
太好了，终于抵达终点了！谢谢你们，奇趣特工队。奇趣特工，任务成功。还有青椒博士家的豪华游艇，超级英雄偶尔也要休息休息的嘛。同意。可惜青青不肯来呢。就是喵，一天到晚宅在控制室，跟个小宅女似的。在很多动画片里面，总是喜欢待在一个地方的，都会是最终大反派。青青是大反派？哎，不可能啦。喵。潜艇，奇趣特工队，时空基点出现了。嗯，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青青，这次去！哎呀，乖乖上好。暖洋洋的喵。青青，风太大。关键时刻是1807年美国工程师罗伯特发明的世界第一艘蒸汽轮船。我反对，青青捣完蛋想蒙混过关，本喵强烈谴责，要求解释。好啊，那麻烦你也解释解释小宅女最终大反派是什么意思吧。等等，有些是他们对了，青青，为什么轮船会变成潜艇呢？小知识，其实蒸汽轮船要比潜艇还晚发明呢。根据资料，轮船首次试航是要在限时内从纽约港抵达终点阿尔巴尼，只有试航成功，轮船才能顺利普及。换句话说，柠檬博士绝对会在试航搞事情，不能让他得逞。出发吧，别无视本喵啊！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。究竟是什么呀？等我糟了，我的船。还好没坏。才怪，静静静，爆炸马雷出击。又来通天金刚拳。这是？没事吧，罗伯特先生。你们是谁？我们是奇趣特工，一群没假期的超级英雄。都不爱输啊，讨厌！切换潜水攻击。糟了，艾尔！收到，鲸鱼战车出动。鲸鱼战车奇趣变形。武器炸飞大炮鱼，爆炸马雷跟踪模式，目标锁定电锁鳗鱼，队长啊，趁现在离开吧。武器护身堂。糟了，
去了。糟了，莫尔！隔壁的，隔壁！罗伯特先生，没事，还能坚持到靠岸。耶，大逃脱！好，再合体！哎，别跑！来，罗伯特先生，放心，只要赶紧修好，我的船一定能赶在日落之前到达终点。对了，我说大叔，刚刚你干嘛自己撞雷呀？那是因为他们，我的朋友，海豚。罗伯特先生，那些海豚是你的朋友？嗯，没错。那时候，我遭遇了无数次的失败，所有人都不认为我会成功。又爆炸了！太好了，老娘上什么船呢？不行，就是不行！你的妈咪就是个废品！就在我自己都想要放弃的时候，他们出现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常常喂他们，他们就像是我的朋友，总是陪伴着我。这不科学，海豚只是为了食物才会来这。也许吧，不过因为他们，我才能坚持下来，所以对我来说，他们就是我的朋友。好，修理完成，那就出发吧。我们一定能赶上的，加油！凯奇，要是坏柠檬再杀过来，那海豚们可就危险了。嗯，得想办法引开他们。有了，多多，一个月的零食，咖啡豆，多比，咖啡豆。隔壁，隔，隔，隔壁，隔壁。哎，还有这操作！嘟嘟美人计成功。根据资料，这确实符合海豚习性。嗯，龙虾潮来了！叽叽叽，爆炸马雷，处理模式。电锁鳗鱼发射！我甩，甩不掉！闪电猫，把奔马雷都引过去。
明白，看本喵的。王进追踪，抓稳了。小朋友们，爆炸马雷马上！一口气拿下幻影王，招标！别过来，马雷马上！嘿哼，嗨！我，可悲的。哈，嘟嘟说他们都喊大叔叫朋友的。这，谢谢你们，我的朋友。注意，时间快来不及了。啊，太阳快下山了，轮船坏得太严重了。放心，还来得及，这点小事不算什么。我们也来帮忙。可特利。有大新闻了，没想到真的成功了。是啊是啊，试航完成，我的轮船成功了。奇趣特工，嘿嘿。嗯嗯嘿，通天毒蛇。这是超级队长真厉害，一个人就把坏蛋都收拾了。是呀，我一定要好好锻炼自己，以后成为像超级队长那么厉害的人。我也好想当队长呀。对了，凯奇，不如让我来当奇趣特工队的队长吧。你怎么会突然冒出这种想法呀？因为想成为超级队长的可不只是只有你一个人呐。我也梦想着像他一样带领着我的团队惩奸除恶。闪电猫，你小心点。来吧，让我当队长。就一次。好吧，就一次。太好了，我现在是队长了，请叫我闪电队长。凯奇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反正小镇最近没出什么大事，就让他过过瘾吧。事儿来得还真快。救命啊，救命啊。我闪电队长一上任就有敌人来犯，到底是什么人在搞破坏？是奇趣特工。这不可能啊。王继追踪。到底是谁在冒充我？小镇有状况，我们快出动吧。七七七，你现在是队长。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勇敢的凯奇，坚强不向困难低头。变身装置，瞬间闪电，启动，凯奇变身。悟空出萌萌的触手，用超能力来战斗。闪电猫变
爱而天真。陆地行动，决定乘坐绿光超跑。我是奇趣特工队的队长闪电队长，现在命令你赶紧住手。小心点闪电猫，这个敌人有点古怪。我知道了。他冲过来了。休想逃。这么急，他一定会减速，到时候就是超过他的好机会了。嘿嘿嘿，就是现在，封天捕手。就在里面，闪电猫，这很有可能是陷阱啊！少废话，尽管跟来就是。凯奇，这个敌人好像拥有我们所有技能。这一点我也很在意。敌人到底是谁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不认得我了吗？大家小心！你，嘿嘿。奇趣特工，我们好久不见啦！一路，为了对付你们，我特意按照你们每个人的能力做出了这套超能盔甲，现在就让你们体验一下吧！念力一握。闪电猫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？叫我队长。什么？原来闪电猫你当了队长？哼，害怕的话就赶紧乖乖回家去吧，别再捣乱了。害怕是害怕，不过是害怕以后没对手了。哎呀，闪电队长，我们来帮你吧。好，那就大家一起上。明白。喂，怎么样？你们还没聊完呢。小臭美了，我们已经找到打败你的方法了。光镜追踪，嘿，追，嘿，有本事就来追我呀！有意思，光镜追踪。嘿嘿，要玩躲猫猫吗？给你们玩一下吧。怎么，真的不打算出来了吗？
我们这是缩头乌龟的行为呀、啊！别着急，酷比兔，艾儿，帮我分析一下他的能力。他使用绳索枪模仿通天捕手，用强力磁铁的吸力模仿念力，用机械手臂使出力量，用火箭鞋达到高速。凯奇，你有办法吗？要打败他。哦，有了，你们快过来。这样真的行吗？试一下就知道了。啊，奇怪，他们到底去哪里了？我在这儿呢。你来追我呀！紫头龙王，嘟嘟公主，扔石头！比嘟，哎，因为这样就能砸到我吗？也不是为了砸你啊！比嘟，忘记追踪。怎么回事？雕虫小技，看我怎么打败你们！念力一握，怎么就有一个汽水盖飘起来了？你这不是真正的超能力，只是磁力吧？你认真看看，这四周有金属吗？仅有的一点点金属废物也被我收走了。通天捕手，通天捕手，皮鹿，你认输了吧？你答应什么？你不是队长吗？怎么是凯奇指挥的？当然是队长命令我指挥的呀，对不？对呀、啊。队长，是时候说那句话了。奇趣特工，任务成功。凯奇，请你教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队长吧。嘿，你看完这本《队长速成手册》里的东西就好了。哎，还好，不是很厚啊。怎么书里面只有一堆书名呢？对啊，这是书目。看完里面提到的所有书籍以后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好队长啦。哎呀，算了吧，我不要做队长了。